更有了立体感，因为鼻子做的是立体的。好，先生，你要卖糖葫芦吗？作品完成几只？三十。心得什么？恭喜啊！哇！磕多久啊？看一下，用了，等等等，你的龙终于出土了，第一条。最后一次发言不容易。终于出土了啊！还有几条龙？还有三条。慢慢磕。好，小雨你要干嘛？分什么区？狮子、豹子、豹子上的中心。狮子王城，书房，好吃哦。几年上去了，更好了。
没有可爱？高追在跳舞呢，在跳假囧吗？是不是？在模仿这个声音、啊。好可爱、啊！他们沉浸在他们自己的世界里，但他们不知道这里有摄影机。这算偷拍吗？你看他好可爱、啊。他会，他很会，他真的会。在完成比较神像拜庙的仪式。对，老师，这就是你讲传承嘛，对不对？对。